我没有那么在乎别人拿多少钱。坤儿，我可以过来吗？我给你分析一下，我们还是保持一定的距离。这样，我想拉一个人。我现在呢，大概率相信你和弟弟。那我要怎么相信你？我就是告诉你，撕了我没用。撕了你没用，懂了吗？那我信你，撕了我没有用。那走，我信你，我亮给你。好，好，我是撕了我没有用。对，我没有撕。那我们俩很极端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有你，我是最高的。你是 W 先生最信任的人，因此他将自己价值最高的虚拟财产赠予了你。请你千万隐藏好自己的信息，不要让任何人知道，否则会对你很不利。价值500万台币。500万。现在你感受到有时候钱多不是一件好事，多吧，然后还是尽量要找新人。那你就保护我吧。好吧。那我俩躲一躲吧，反正我没用。你不会撕我吧？我撕你干嘛？你撕我没用，我要撕你，我现在不早撕完了吗？嗯，好吧，我没分。郑凯在这里。白鹿绝对是，你是我第一怀疑对象。我们一起上吗？只能一起上了。快，最后一个，快！三个，最后一个，快！三个女的。真的是你，你别跑了。不是我，杀死他，他就是。他们。被三个女生围攻的感觉怎么样呀，凯哥？没有比今天更幸福了。